冰帆都是那种棉梯棉质，但是这个是完全冰凉高弹性的透气面料，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凉感的针织哎、欸，对，很冰很冰，让大家很透气很透气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，弹性就是这么大，绝对大，巨弹。然后侧边的夹口不会露出内衣。然后近看一下螺纹的部分，它的螺纹非常的精致，就是有弹性，穿起来很舒服又很凉感。一样有什么副乳的啊，胸部很大啊，丰满的啊，瘦瘦的啊，都可以穿。肩宽的部分没有很窄肩，你有看到做两个螺纹的延伸边，就是为了要让大家收起我们的小手臂的肉肉。它有个圆弧，其实当你放出来的时候，正面反而会变瘦，侧面也会变瘦。那你不放出来也没差，你就把两个脚塞进去，正面看过来，副乳收得很好。噔噔噔噔，然后肩膀不会太窄，感觉好像很壮的感觉，完全不会哦。它不是一般棉质，它是冰凉弹性的，是的，所以不论你是在高温炎热，或是你想要去运动穿，运完动穿，我觉得都 OK。